新年点券返利活动具体内容：一、活动时间，1月21日零比刚1月24日23:59:59。二、活动期间内，每日消费点券即可在活动页面内抽取点券返利，最高100%全额返还，每日仅有一次抽取获得返利的机会。三、抽取获得的点券返利数量如果不是整数，则实际返还数量将会向上取整。例如消费1000点券，抽到88.88%的点券返利，则最终获得889点券返还。四、可参与总额度，活动期间每日最多可有2888点券计算到返利抽取当中。若消费超过2888点券，例如消费3000点券，则只有2888点券能够参与返利抽取。五、活动期间进行转区的玩家可能会出现消费数据丢失的情况，转区导致的数据丢失无法找回，请战士们在活动期间慎重转区。总结一下：一、活动只有新年初一到初四；二、活动期间每天消费一次可抽一次，且只算在游戏里面的消费；三、如果消费之后抽取的返利比例不能取整数，那就向上兼容，9.8块变10块；四、活动期间不管消费多少，每天最高返利2888，就算客串神话转盘又抽到100%点券返回，也只能返2888点券。五、活动期间建议不要转区。